嗨，大家好，我是 Pan。 OK， 今天我就教你们讲注册这个 Bit.com 嘛，因为你现在马上注册，你们就直接可以得到优惠，然后马上就可以赚钱了。好像上一个视频我教你们注册，然后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价值13块的这个优惠啊，然后就是8+5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经常的话，现在关着眼睛啦，你这个是50倍啊，50倍 leverage 啊，你想看你已经赚多少钱了，就是白赚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就马上注册，所以这个优惠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得到啦，而且你们直接入金100块还有 20% 的这个 bonus 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啦。如果你是 trader 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由这个 MatrixPort 啊延伸出来的一个交易所，然后 MatrixPort 是什么东西，它是从 Bitmain 拆分出来的这个交易所。 Bitmain 是什么东西大家一定知道，因为矿机基本上全世界都是它的，它占了这个整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 Bit.com 跟这个 MatrixPort 主要分别是，这个 Bit.com 是专做这个 future 和 option 的，所以它一来不了，它就是杠杆50倍给你们了。好像刚才我讲了，也就是说你这个8块钱啊，你就可以当做400块来用啊。然后而且这个 Bit.com 它要涨长的时候，它是慢慢涨，它不是说一到那个margin call liquidate 的时候它就直接不进去了，不是，它是慢慢减的，所以它的好处是在这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适合那些喜欢玩杠杆喜欢做交易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我现在我就教你们讲注册啊。 OK， 我们去这个 bit.com， 然后过手按这个sign up 点进去，当然你们可以下载那个 apps 啊， apps 那边就更容易了。 OK， 然后这边就输入你的这个email， 然后输入了按点这个 get code 了，然后打你的这个密码啊，然后打你这个 password。 OK， 注册了，然后你就 login 进去。 OK， 就那么简单。然后 login 进去啊，第一个东西要做就是按这个 Reward Center。 OK， Reward Center， 然后过后是打 BNFANS Claim， 就那么简单。 OK， 因为我已经拿过了，你就会得到这个5块钱的这个 voucher， 也就是说抵扣这个手续费的。然后如果你做好 KYC， 就是说你做好 KYC， 你可以按这边的 claim， 因为我已经做了，所以我已经 claim 了，就是13块都得。然后它下面还是会有很多那些 deposit bonus 啊，就是说如果你 deposit 少过300块，你可以用这个 bonus， 你可以多这个5块钱，或者是1500块你可以得到10块钱。所以这个 voucher 就那么简单，你一注册吧，你就可以直接马上得到这个13块啊，用我这个 fans code。 而且如果你是新用户，活动就是你现在你邀请人哦，你也会获得到600块的这个价值啊。这个邀请好友是很简单嘛，比如说我邀请到你，然后你入金到100块，然后开一个10倍杠杆，然后你跟我都会得到这个20块的 bonus， 就那么简单。陆续去它会有很多这些活动啊。然后这个 MatrixPort 哦，它已经融资了它已经融资了差不多1亿美金啊，它已经融资到1亿美金。然后最重要，其实还没有拿到这个 reward 的时候，最重要呢，我们要去做我们的 security 先。OK， security 我们一定要做的。OK， 我现在只是 medium 了，也就是说你要打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的 email 你都要做好，一定要有电话号码。然后过后你要 enable 这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啊，这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就是你们要去这个 Google download 那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OK， Google Authenticator， 然后你就 copy， 然后你用那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去 scan 你的这个QR code， scan 了过后你就点进去你的这个 email code 啊 phone 啊，然后过后点，然后过后你就在你的手机这个 Google Authenticator 的那个 code 你打进去，你就 enable。 记得你的这个 key 啊不可以给人啊，不可以给人啊，这个 key 啊千万万不可以给人，而且你一定要收好，如果不进去的话你就麻烦了，你要重新申请过。 Verification basic 的是一定要做啦，很简单嘛。然后过 advanced 就是连的你也要做，然后过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video， 这个是 for withdraw limit 啊，会更高啊，能的话就直接做完这个 verification。 OK， 你要入金也是很简单嘛，比如说你去这个 asset， 然后过后你点进去这个 deposit， 看你要 deposit 什么，这里有五个啦。所以这个 Bit.com 它是很 focus 在这个期货和合约啊，它是非常非常 focus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别的选择，你可以看到它只是做这个几个 coin 嘛，所以它是很 focus 的。然后这个 Tether 的也是有三种那个 address 啊，就是 DRC20 啊 ERC20 还有 Omni 啊，这个是他们一定有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界面啊。 OK， 做好 security， 做好 verification， 然后 reward 拿了 PENFANS 就是我那个 code 拿了，你可以去 spot 这边你可以买。
OK 啊，那个 reward 是 for future， 它是不能 withdraw 啊，它是给你玩的。OK， 希望你们赚多多啦。OK， 在这个 spot 这边，你们也是可以玩这个 spot 啊。OK， 然后我们点进去 future 这边，它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这个 deposit 啊 ，cash balance 啊有多少，所以它是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全部资料。然后一来了，它这边呢就是固定了这个 cross margin 50。你看我入口，我的这个 future 啊，只有大概$1嘛啊，$1。OK， 我们去这个 future， 刚才你们看到就是我的 asset 啊，只有$1嘛，所以也就是说我这个$1可以当50块用了哦。这个 leverage 是50倍嘛，也就是说我$1可以当做50块用啊。所以我现在我就开一个30块 size 啊，它的 size 是30块，我$1可以当做30块用。OK， 我们就排在45600啊。OK， 看能不能买啊，$1，我们看一下。OK， 所以4560030块的 size， initial margin 是1316，然后 available 它因为看不到啦，因为它只有4个0，然后我们就按 confirm 看能不能啊， order submit 看到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en order size 30，它就是可以买，就是说你用$1你去 train 你的 skill 啊，其实是没有伤害的哦。也就是说你现在马上注册啊，你会得到13块价值的这个优惠，那个$5是扣你的那个交易费啊，$8是你可以拿来 trade 的，也就是说$8你可以当做400块来用，你可以在这边你慢慢 train 你的那个 skill， 好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去 train 你们的 skill， 而且这个是免费的这个优惠哦，如果你们入境还得到这个28000 bonus， 所以整体是得到28000 bonus 哦。OK， 当然这个 option 呢是会比较难一点，因为你要会算。OK， 你要会算，而且它会有 expiry date， 所以我就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啦、啊。我基本上我是没有玩这个 option 的。OK， 所以在这个 future， 在这个 b.com， 我觉得他们是做到非常非常好。OK， 我觉得是做到非常非常好。记得如果你喜欢玩交易的话，你们要 set 这个 stop loss， 因为它一来到可以赚很多，也是可以亏很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注意的。OK， 所以这个 Bitcoin 我觉得是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就去注册去研究一下，因为反正你们有这个$8，你们 dash 了很好了，你们才来入境都没有问题。记得 security verification 你们要做到很好 ，OK， 然后你们的 password 不要随随便便就 A B C D 12345就好了。OK，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就按赞和 subscribe 的 channel， 下次见，拜拜。